这个全台第一座德国名车概念店在国家竞争之下盛大公开，而这也是建设公司为了吸引大家注意差的话题，特别跟德国车牌合作打造的商车空间，希望消费者来到这会当一边赏车一边看厝，为大家打造舒适高品质的店属环境。其实我们这次结盟了很多的好的品牌，比如说台湾鸟屋、保时捷，再加上我们一些设计团队，其实都是相当好 的品牌。那、啊、当然我们公司算是后发品牌，可是我们希望说利用结盟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、品牌知名度一下就带到一定的定位上去。建设公司秉持起家己要大厝的心情来规划甲建设，因此将在进大量地栽，并结合台南的艺术文化风气、甲智能科技等等元素，营造人文科技生活空间。在这个方向里面，我们就利用鸟屋书店合作的关系，我们让我们的文化艺术充满在这个社区里面。好，因为鸟屋它帮我们选屋，你住户住进来就像住在图书馆里面，好，他可以天天可以看，不断看不同的书，而且他可以 每一季都会帮你换一部分的新书，等于说你买这个房子，其实你光看书，喜欢看书的人都值得了。这个位置北区等下聊中卫区的建设案，透过甲汽车品牌的跨界合作，这做了未少话题，再加上周边环境甲利便的交通，相信未来会成为民众看厝的选择之一。南台新闻，第三台英雄北区彩虹报道。